没有开场，直接开始。声优祝福拉普兰德的日配上来就自爆。新干员黑乔也是关卡的设计师，请珍惜现在的发量。3.5周年的活动 PV 是叙拉古的关于空拉普兰德和德克萨斯的故事。新的皮肤还有动态皮、动态皮、动态皮。你有没有听见钱包在悲鸣？你有没有听见钞票在分崩离析？然后介绍新的六星和限定以及关卡机制，有刁民，上面面条满了会出来个四七。老几样24抽矿井，神为什么是神？不仅有动态皮，甚至还有语音。这是第一个非限定角色，同时也是第一位男干员拥有动态皮和新语音。再说一遍，神为什么是神？接下来是理财，两张皮肤兑换券，新的改动，一格本体都可以上，但之后的一格出来就没有皮肤兑换券了。悲鸣，新的两位商店兑换干员，叙拉古干员退出意大利语，新的危机合约，保全派驻的调整，水月肉鸽新玩法以及新模式升息演算，建立自己的部落，也就是家园玩法。新的 side story 关于微草姐妹新年活动怪猎联动，接下来是放出了动画的先导 PV。哎，我发视频的时候估计已经开播了。10月30号，全球同步音乐会，新的礼包设定集补发，设定集二，还有世界观设定集，实体睡衣、粘土人、Q 版手办这些，我因为没钱，所以也就看看就好了。直播结束后有个三探太拉，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里，你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这期我这么不耐烦？很简单，鹰角直播回放28号才放出来，直播当天晚上就有人做完然后放出来了，这还不算完，直播结束的第二天，我操，那他妈雨后春笋全冒出来了。这让一边直播一边码字的我像个他妈大傻逼，再加上上次下活直播吐槽那一次连1万播放都没破，这让我瞬间怀疑了一件事：我他妈做它干嘛？我辛辛苦苦一边搁那地方看直播，手还不停的搁那地方敲键盘，把直播的内容和自己想吐槽的内容尽可能做有意思点全打上去了，为了啥？说起来不是很像吗？一群分食出生的恐鱼，那我就是那根本就抢不到多少养分的恐鱼，多像啊！但最后我还是做出来了，很简单，我不想让23号晚上那个辛苦的自己像个他妈大傻逼，就这样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问问那些着急忙慌就发直播速览的，你搁那儿卷你妈呢？